传统咖啡店由于高租金、高装修、高人工、高损耗，咖啡制作成本逐年不断抬升。据统计，70%的实体咖啡店不盈利。机器人咖啡亭 COS 家的到来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无需装修，无人值守，24小时营业，只有3.5 Q 的额定功率，更小占地面积，永不疲劳，持续制作，使得一杯咖啡的成本直降70%。实体咖啡店卖到20到40元不等的咖啡。Coffee 家只要9.9到13.9元就能做到，而且毛利率依旧。优品评价，不同凡响，难怪受到访客人山人海的追捧。咖啡新网红诞生，咖啡新势力崛起。